曾经我以为操盘手的生活是这样。开盘了。赚钱了，睡了，赚钱了，开低走高，唱红 K。没想到操盘手的生活其实是这样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记得我刚刚当冲完。当冲完一整天都没事了，好无聊，是个冰棒吧。唉，又要当冲了，好无聊哦。打到眼睛好酸哦。今天是礼拜几？算了，看一下好了。开盘了。唉，又是无聊的一天。成功差额创新高。这个软体设计还不错，还有语音呢。这个拿来当冲还蛮好用的，到底是谁设计？好熟哦。成功差额创新低。